这世界很酷，你就买这个档次的香皂给我小妹用吗？啊？孙倩让我买的。孙倩让你买，你就买这个？我问你，你是猪脑子吗？你就不能脑筋急转弯一下吗？啊？我小妹那是什么皮肤啊？油光水滑的，你用这个香皂，这不是毁坏皮肤吗？那皮肤能不受伤害吗？你说，你是不是存心不良？想毁坏我小妹美丽的容颜，然后变成跟你一个档次的，然后你们站在一起才般配。我也用这个。你当然可以用这个了。你这是什么脸呢？你这是什么皮呀？啊，脏了吧唧，黑了吧唧，粗了吧唧的，还糙了吧唧的，粗糙鞋底子一百年它都磨不破，你还有脸说你？我小妹跟你就不是一个档次的。这就好像同款的皮鞋，你的是什么皮？我的是什么皮？你那个肯定是猪皮，而且是猪肚囊皮，我这个就是鳄鱼皮，知道吗？猪肚囊皮多少钱？39块钱，鳄鱼皮是2800。你给我站住！我让你给我站住！老板，来两盒方便面，西红柿打卤，拿个塑料袋啊！你就让我小妹吃方便面啊？你喂猪呢你？我吃。你吃它也不行。那你吃面的时候它能没味儿吗？那小倩闻了味儿它能不馋吗？啊，它这正长骨头的时候你就不能让它闻点好的吗？你让它闻这个，这对它的伤有什么好处啊？就算它愿意闻这个方便面的味儿，你也应该买一个大骨头汤的，你买一个西红柿打卤的，差2毛钱。你什么人呢你？你没本事你还养什么老婆呀？你知道吗？养老婆也是分怎么养的，你不能跟养猪一样啊！那猪还有猪饲料，还有精饲料和粗饲料呢。你知道养猪这……哎，臭小子，你玩我你！点击视频下方关注按钮，然后点击头像进入主页，发私信输入"会员"两个字，免费送你优酷会员，热播大剧抢先看。